我们现在在宜兰韩木行馆，嗯，我们今天我们会住两晚，今天入住第一晚，第一天708房 ，Follow me。好，宇轩介绍。这边厕所。这边宇轩。为您介绍。这边衣橱，然后打开了。你跟我来。然后刷牙的地方。哎，这保险柜哦，这个是更衣室床。我晚上会再铺两个榻榻米。哎，为什么他这床有够低？他这里要弄这么大间，他可以用四张床的。彩姐，你爱照镜子，这个很大间。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连化妆什么的。其实行李箱是放置的。嗯，我们等一下拿来摆这边。然后它有好大一个，它宜兰本来就是泡汤啊，有没有？嗯、泡澡的，嗯，客房泡汤规定，嗯，哎，你可以拉开窗帘泡汤哎、欸，这位老弟知道怎么拉吗？好吃吗？你研究研究，不好吃。红豆羊羹不行，红豆真的不行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一句？是猪肉干啊。哎、欸，它这里有一盘，这里有一盘，它是它可以放到把手上面，这个可以放到那个把手上。妈咪，你吃完之后怎么丢回去？因为那之后转到那是大。哇，九号旅店也很大。赶快，你们把泳衣准备拿出来了。不收集是吗？不啊，五点要接着吃饭哦。住的酒店在那，我们这是行馆。好，走。游泳去。游泳去。是啊。你要吃，你吃。可是。受不了。哎，谁咬了一口？妹妹。这个我不敢吃，是什么味道？